哎，这苹果好了，嗯，好苹果呀，丰收了今年。那你这到这儿就丰收了。啊。装箱了，现在都是。这你家的苹果啊？啊，这是我们隔壁家的苹果，这还有外，啊，咱还有。这多钱一斤？现在一块二，一块多钱啊？真便宜。嗯，真便宜。这啥家？这什么苹果啊？这是干了。哎，就咱们说的叫果光吧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，都过不下来。我说过是熟的吗？黄的哈，这是甘蓝。甘蓝。那干啥了？我是听不懂，正好路过这，我说过来拍古建来了，看一块多钱一斤，一块多钱一斤。这是存钱了，在这。苹果都装箱了，谢谢啊！好久背一句唱，给我们打个广告啊！你这是平遥北建，北郊北一季春，北一建，嗯，啊，苹果丰收了，苹果丰收了。你尝试拍了，还没有尝要尝，嗯，不用尝，一看这苹果就是好苹果，你看，红巴巴的，你看，这是往河南拉了，这是啊，对。对，我河南了啊，现在在城里头卖都是三块多钱一斤。我在太原过来的嘛，太原现在都三四块了。这老师傅给了我个苹果，尝尝啊。真甜，真甜，真甜。这些有多少斤啊？这？哎呀，我两万斤。两万斤了。你种的多少棵树啊？哎呀，种的不四十不多了。四百多。行了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老师傅再见。